继续第三关。哎呀，这个游戏第三关是什么样呢？我这怎么变兔子了？啊，兔子拿胡萝卜揍我我出了。发。兔子来了，兔子来了。搁哪打的呀？还搁这打的？你玩过呀？你说啊，我没玩过你没玩过，你也知道胡萝卜呀？我看过。大胡萝卜挺好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